事出世间法了，都在一个名字。佛在经论里面常常告诉我们，诸法名生，这个意思很深很广，我们能够明了，能够认识透彻，就能够明白诸法实相。而后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修学才能与他相应。缘很复杂，确实是无量无边。从时间上说，可以追溯到过去无始；从影响上说，必然也是能影响到往后无终。所以无限的时空都被这个复杂的因缘交织产生这一切现象。现象虽然不是实有，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诸法缘生，缘生无性，了不可得。但是它不是没有现象，我们现在六根之所以接触的都是缘生的幻象。佛在经上给我们比喻是梦幻泡影，梦幻泡影不是完全没有啊，不是断灭空啊。善于利用这个理，我们的修学就能有成就，而且能够有快速真实的成就。不了解这个缘，不会运用缘，那我们修行呢，真的就需要无量劫了。要这么长的时间，是你不懂得这个缘，错用了缘。这个里面进步微少啊，退步太多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无论是自己修行或者是帮助别人，对于诸法实相不可不知道啊。知道之后，你的心是定的，你的心是清净的，清净心能生智慧，
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。解决一切问题的意思，就是事事都与诸法实相相应。像昨天我们在讲题上所说的，样样都能够与大方广相应。那我们自己就生活自自然然就能够其如佛华严的境界。佛华严是觉悟人的生活，是明白人的境界。学佛的同学，特别是出家人，我们见面通讯总是嘱咐啊别人化缘殊胜，化缘要怎样才殊胜？一定要从真诚心中做。真正的殊胜，必定是触动自己的善根福德。感得诸佛菩萨的加持，又能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那个法缘哪有不兴盛的道理呢？如果自己还是用的虚情假意，这个世间人没觉悟的人都是用虚情假意啊，把这个东西当作真心啊，这个错了。情义，情是莫那什，莫那是执着啊。识是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分别，六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世间人知道有虚情假意，你要问他虚情假意是什么，他说不出来。佛法就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阿赖耶是真妄混杂，因为有六识七识，阿赖耶就有一份虚妄。如果离开六识七识，那阿赖耶就是纯真无妄。所以他是真妄合合，法相中的转识成智，这诸位都晓得，就是转第六识。转第七识，在这上面下功夫啊，转第六识就成妙观察，转第七识就成平等性。如果用无量寿经经题上来说，六识转了，清净心现前，清净心起作用，妙观察；第七识转了，平等现前，
这两个是从阴地上转的，六气转了，阿赖耶自自然然就转成大圆净智。无量寿经经体上觉，觉就是大圆净智。经论上种种说法不相同，意义境界没有两样啊。我们要不从真实心中做，那怎么行？对人要真实，用真实心。对事也要用真实心，做事情要认真负责，这是对事的真诚啊。对无也要真诚，真诚是爱惜，真正做到节俭不浪费，这是我们对无。果然能够对人对事对无一片真诚，真诚就能感动诸佛菩萨，就能感动护法善神。而后就如佛事门中所说的有求必应，感应道教嘛，离开了真诚，真的是无有一物，什么都不是啊。所以善道大师无数次的教诫，一起要从真实心中做，果然真实，不必去顾虑法缘不殊胜，不必顾虑，必定殊胜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许许多多的大德，他们一生当中没有攀缘，攀缘所借的这个缘是假的，哪一天拆穿了，人都走光了，它不是真实的。唯有发自于心性，出自于真诚，自然能够感动人。能感动畜生，能感动鬼神啊。释迦牟尼佛在世感动魔王护法了，魔现在扰乱不能扰乱呢，他态度他就回转，他来护持了，魔都来护法。你要问为什么，就是真诚感人。所以我们的修学一定要相应的，一定要如法了。
这样对自己才有真实的利益。学佛，无论在家出家，无论是在寺院，或者是在家庭，功课决定不能够中断。所以祖师给我们定早晚扩诵，早晚扩诵是祖师定的，不是世尊定。世尊没有给我们定早晚功课，为什么呢？世尊那个时代，四众弟子都知道用功，而且功夫都不间断，哪里还要早晚功课？起心动念，念念相应，到后来，众生的根性越来越差了，烦恼习气越来越严重了，所以祖师才提倡共修。正式提倡共修是百丈跟马祖啊，世尊当年那个时代没有提倡共修，只有大家在一起听经闻法言教这个聚会在一处至于用功修行，个人是个人的事情，所以没有共修的到后世个人烦恼习气长期现行，就懒惰懈怠散漫，这个对于用功是很大的障碍，所以祖师们才提倡共修共修的意义是依众靠众彼此互相警策，互相勉励，年岁大的人看到年轻人都用功，自己生惭愧心的，不能不发奋的。年轻人看到老年人用功，能够激发自己修学的心态。这是共修真正的意义跟目的。一个道场，这是指马祖百丈以后，道场如果废弃了共修，这个道场注定要衰败。一个家庭，或者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居士道场，废弃共修，这个道场就不是佛道场了。不是佛道场，就是魔道场。这个里面因缘果报，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。
扩充。最低限度是早晚二课，早晚二课的用意是警策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并不是说我们学佛只将早晚功课做好啊，就行了，那差得太远了。决定不能成就的啊，早课是提醒自己，晚课是认真反省啊，早课依照仪规做。与往生论里面讲五个修行的原则相应了。我们身立佛，心里面敬佛，受持经教，所以在课诵里面读一段经文，接受佛的教诲啊。今天一天依教奉行，将修学的功德回向十方，所谓是五念苦啊。我们修学净宗，目的是要想获得清净平等觉。所以我们早课选择的经文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能够念无量寿经啊，全部经文当然是最好啊，怕的是一些人呢办不到，所以只选一品经。这一品经是一切经里面极重要的一个部分，我们每天念，学习阿弥陀佛的宏愿，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度众生啊。四十八愿，任何一愿都含摄其余的四十七愿，愿愿如是。跟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切一切，一切即一，意思完全相同。晚课我们选择的32品到37品，这一段经文提供给我们反省检点，改过自新啊。这一段经文它里面主要的结构就是五戒十善，它是广义的，不是狭义的啊。也就是五戒含摄一切戒法，十善包括所有一切善法都融汇在其中了。每天读，读得很熟，常常思维。昨天下午有几位居士来看我，说用功不得力，妄想杂念太多，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。你发现你想求改进，这个心很好啊，用什么方法对治这些烦恼最有效呢？
无过于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。这个方法很有效啊。一佛念佛不必多，常常想48愿。仰慕阿弥陀佛，向阿弥陀佛学习。常常想着这个经典里面32品到37品里面所有的教诲。佛教给我哪些事情我们应当要做，哪些事情不可以做。佛教我们做的，我们认真努力做到。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，我们决定遵守。不犯教戒，这就是真修行了。那么这个样子，早晚2堂课就运用到生活上了，完全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这个朝摸暮课的功德无量啊！绝对不是说早晨念一遍给佛听，晚上念一遍给佛听就交差了事了，那个没用处的。那个是以轮回心来做这个朝摸暮课，将来结果还是不灭轮回。这是不解如来真实义。所以要懂得朝摸暮课怎么个做法，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做，要用什么心去做才相应。这是真实将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，否则的话我们想落实也无从落起啊。有福报的同学们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将来你们住持道场，弘化一方，那这个朝摸暮课就极重要了。你要用真实心中做，感得诸佛菩萨护念，龙天善神护持，你的道场自然就兴旺。自他居得真实的利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好，时间到了啊。